是的，现场其实到现在，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已经有点辛苦了，对不对？你们大家辛苦了，所以接下来呢有一点小小的福利，大家可以登录快滴打车的 APP， 就有机会可以获得2015万奔跑吧2015专属打车红包，赶紧行动起来吧！没错，这一份幸运属于关注我们浙江卫视中国蓝跨年晚会的所有亲爱的朋友们，而接下来即将要登场的这位歌手，以他最灿烂的笑深受大家的喜欢，我们尊称她为大笑姑婆，你猜到她是谁了吗？让我们欢迎著名歌手杨千嬅，掌声有请。难道女生老一岁就注定一生万八次持枪瞄准美丽妈妈也有可能就这样一直一直不如不再一样把头一抬想到一切把心一横 Ready也是非常开心，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倒数，我觉得也是很久没有在广州跟大家演出，2014年快过去了，新的一年里面，我希望大家会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接下来我到了另外一首歌，我自己很喜欢的，也是蛮配合今天的一个晚会的感觉，是一件。庆祝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在这里送给大家《小城大事》，谢谢。
自你幻想失忆，便是我扭转命数的事。只因当失忆症发作加深，没记住我，但却令又更深密往。像狐狸精般，并未允许我步近。无回忆的余生，梦眺往日情人，却又记住移情别爱的命运。无回忆的男人，就当偷一语瞒骗，破破我不过分。吻下来，豁出去，这吻别似覆水，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